快逃出去，快逃出去！今天米斯拉和伙伴被关到半仙的家里了，只有找到钥匙才能逃离出去。走，开门找钥匙去。这次半仙哥哥怎么变成一个嚎叫了？想把我们关到你家里？不可能，他们好像进不来，只能在门口等着我们出去。先和半仙好好的玩一玩。进来呀，进来打我啊！走吧，还是去找钥匙吧。哦，他这伤害怎么这么高？再打一下我就嗝屁了，逃命要紧。先看看他家的厕所里面有没有钥匙。这厕所里怎么还有一个半仙？你想干啥？现在只能躲到沐浴室里了。我感觉马桶里面应该会有钥匙，不过他一直在这儿阻挡我，我不好过去啊。试试能不能空手把他给撸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看来硬攻是没有用的了，算你狠。这次我就不去厕所了，我进仓库看你们怎么来打我。什么？仓库里面居然还有一个半仙？好吧，应该是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一个。经过两次的失败和教训之后，我米斯拉开始见机行事。俗话说得好，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仓库这次打死都不去了，又冒出来两个，真是的，哪都有半仙啊。36计走为上计，这个相框上面应该会有钥匙吧。终于找到了一把，不容易啊，赶紧先跑。又被送回家了。没有钥匙吧？再接着找。没有撤退可言。终于找齐了，真不容易啊！这个半仙太厉害了，根本扛不住他的打呀。手速不够快的，不建议大家来玩这个。